这是免费的是吗？对对。拥有这么一个干饭蛋糕很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姚。我们学校这两天举办了美食节活动，可多可多好吃的，我带你们一块去看看。人家老板现在10块就卖了。很多种类的烧烤，糯米鸡，我要一份这个啊，这个是羊头，真羊头啊，真羊头。哦，这卖吗？一小时买走了。哇，这有绿茶冻，我没喝过。来一份吗，同学？来一份。辣椒，辣椒。没有了，同学。快讲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美式的鸡腿。美式的鸡腿，我来一个。在卖的还有食堂阿姨现做的甜品，这是免费的是吗？对对。哦。呀，谢谢谢谢。那个是什么呀？哦，他唱的歌好好听哦，给你们看。青团。肉夹馍，还有酸奶大麻花蛋挞，小龙虾，我要一个小贝，4块，便宜一点呗，3块钱行吗？不能便宜。好多种类的甜品，哎，这个肉松小贝怎么卖呀？3块。啊，这，我感觉这个肉松小贝3块，刚才那个4块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香蕉。哦，我还想要一个这样的小贝。哦，懂呗，懂呗。要一个这个，再要一个这个。这看着好爽啊，乐一鬼吧。食堂的阿姨们手工雕的花雕。我现在买完了，坐下来了，我倒要先尝尝3块钱的肉松小贝和4块钱的肉松小贝有什么区别。闻着味道上是一样的，而且3块钱的好像比4块钱的要大一点。先尝尝这个3块的吧。3块钱的家居好像比较少，但是肉松很香。4块钱的那个，酱比那个3块的稍微多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3块的那个蛋糕体更好吃，你看，颜色都不一样。果然价格这个东西，免费的韩式炸鸡，几张酱，鸡肉炸得很嫩，可以，好吃。果然学校的价钱这个就是说不准，是不是得有人制定一套完整的价格对比表呢？水晶晶的绿茶冻，绿茶的味道很浓，还有股抹茶味儿，里面的水果也很新鲜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好吃。吃着像冰粉一样，超大的鱿鱼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鱿鱼，好像18块钱。你们觉得贵吗？脆脆的，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不好吃。它好像在我嘴巴里跳舞了一样。糯米鸡，好香啊，里面包的是腊肉，吃的像咸口的粽子一样。美式炸鸡和中式炸鸡有什么区别吗？难道是裹了面包糠？暂时没吃出来怎么区别，就是这个面包糠怎么有股牛奶味。3块钱的酸奶大麻花还挺大一个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外面的歌声？是我们学校学生唱的，就特别好听。
里面加的是酸奶爆浆的那种，而且还是热乎的。10块钱一份的菠萝饭，这个里面放的是雪糯米，还有一些干果。上面淋的还有蜂蜜。拥有这么一个干饭大学，我很幸福。菠萝的汁融合到糯米里面。哦，吃着口感都带一股很刺激的像柠檬的味道。我吃饱了，今天这顿饭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